鹿港志诚慈善会每年伫咧过年进前，拢会办理岁末慰问来关怀贫困的家庭。五号早起，志工是载着这物资来进行慰问，希望透过这物资，会当好弱势家庭甲大家共款，快乐过一个好年。热心的志工是分工合作，将物资搬上车，要去关怀跩贫困家庭。鹿港志诚慈善会当年伫过年进前，拢会办理岁末慰问来关怀一挂贫困的家庭。今年伫会长大力号召之下，扩大举办，增加几来乡镇。啊，咱即届各界吼，当大家甲大家甲大家甲咱安尼食斗三工吼，啊，所以讲咱即届若甲扩办举办吼，咱甲扩办那个扩大到咱即个大城啊、线西、新港吼，啊，好一挂咱即个。啊、政府登记在案的贫户，啊，還有一些啊边缘户吼，能够过年吼，能够过个好年吼。县长、镇长、乡长等人嘛，拢特别到场来帮忙，感谢志诚慈善会为社会付出。那这次总共有200户，的这个啊受惠者哈，那底下感谢咱今这神心灵所出钱出来，啊，才有法度促成今啊这个活动。那咱呢嘛拜托咱的志工，针对咱的这个受访户，伊若有啥物需要，咱社会处这边相关的啊部分，比如讲鹿港处要来找头路啦，社会处这边啊，因有啥物残障或者有什么困难，所以可以再趴回来给我们，我们后续的社工会继续来接续做啊这个啊弱势朋友们的一个这个继续的一个关怀，持续的一个照顾。每年咱过去拢超100户，今年增加到200户，所以吼志诚吼啊，咱黄会长带领所有会长，还有个。足侪咱来借志诚的遮伙伴吼，会当讲囡仔，啊会当甲遮物资，伊要发送吼到各家庭或需要啊遮家庭吼，让他觉得吼我们社会更有爱。我也是志诚慈善会的理事，这一次是主办单位，所以讲吼今仔日嘛真感谢讲咱志诚慈善会所有兄弟姊妹嘿，大家做伙来吼啊做伙拍拼吼，甲这个东林旧址吼啊甲伊做较快，这个做到新港线西。啊，大城甲宏远这边拢有做吼，啊，阮的会长吼真用心，啊，去募真侪资源吼，啊，要来甲咱这个斗，甲咱这技术伙来斗相共，希望讲吼，啊，志诚慈善会爱心呢，会当啊，送予啊，咱这个社会每一个角落会当得到温暖。会长希望透过这岁末慰问的活动，会当帮助遮弱势家庭做回过好年。新中华新闻蔡亮青鹿港采访报道。